照亮七堵的夜空。今年的七堵烟火节烟火释放长达六分钟，也将活动现场气氛带到最高潮。晚会部分也很精彩，除了展现社区活力，也特别邀请艺人漂亮宝贝苏佑荣以及视障钢琴王子许哲成等人来开唱。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又像是我的心里不在。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你不见。抽奖活动时，民众也很期待，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立委林佩祥、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市议员蔡旺莲、张耿辉以及连恩典等人分别抽奖，抽出50寸电视机等多项大奖。获得我们的50寸液晶电视。规划在七堵区崇孝街的美食小吃区，各项摊位吸引满满的人潮，万头钻动。市长谢国良、立委林佩祥、副议长杨秀玉、市议员蔡旺莲以及张耿辉等人从美食区一路走进来，受到民众热情欢迎。一起上来，来，请掌声拍照好吗？是的，哇，这个刚刚听到。辖区基隆市警察局第3分局派出警力，全程维持会场秩序，同时也设置摊位，加强各项治安宣导。身兼基隆市警察局第3分局基隆警友站第3办事处主任的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更是连续第14年在现场和小笼包餐车业者合作，设置行动补给站，免费提供小笼包以及酸辣汤等，给在现场执勤勤务的警察们享用，补充体力，也受到警察局长翁群能以及3分局分局长童宝贤的感谢。为兄加油打气，耶！而七堵区卫生所同样在现场设摊，除了宣导各项卫生及疾病预防政策之外，也设置新冠疫苗接种站，在医生问诊把关下为民众施打疫苗。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更是亲自到现场督导，再三提醒民众接种新冠疫苗的重要。今年的烟火节主办单位基隆市政府七堵区公所将活动场地规划得更完善，再加上天气大好，人潮爆满，万人空巷，市长谢国良和立委林佩祥都承诺，明年将让七堵烟火节释放烟火的时间更长更漂亮。今年的烟火比去年的更棒更亮，对不对？那我们明年比今年更久更灿烂更温馨，好不好？好，那你要记得冯区长，你一定要帮忙我们把更棒的烟火端出来哦。好，谢谢大家，谢谢，祝大家龙年行大运，年好运连连来之外，明年佩祥会全力配合我们基隆市政府，配合我们国梁市长，把这烟火秀放得更漂亮，放得更好，好不好？好，祝大家平安健康，新年新希望，谢谢。我想刚刚市长提到说明年的烟火比今年会放得更长，好，所以我们是不是跟先给市长先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市长，还有我们的那个还有我们的那个林立伟哈，这个你要加油一下，要帮忙我们争取更多的经费在挹注在七堵区哦。好，今天的烟火节是不是很成功，对不对？对。我们谢谢市长，我们谢谢区长跟我们区公所所有的同志人员，大家非常的辛苦，明年再来好不好？谢谢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冯局长要听清楚哦，明年要更好，所以要多编一点经费。我相信我们副议长在这边，毕竟还有蔡议员在这边，我们一定会全力的支持，好不好？办得更好。市长说实在，我当六届了，他真的很用心。那改了不少，已经改啊，做几年啊，弄走啊，所以那个起立颁奖好不好？谢谢，也非常开心。我们在这个元宵节的前夕，看到这么热闹的烟火哈，我想每一个人都，我刚从头看到尾，我们全部人满满的。我想这是我们这个活动的成功，也谢谢我们区公所。时的火树银花照亮七堵的夜空，也让七堵烟火节持续成为基隆观光的一大特色。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